感谢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然不让世界出卖你们善良知识来收看这场比赛。天气今天是近乎完美，晴朗的天空在泛光灯下显得更加辽阔。哎呀，心情也不错，两队的表现也不要给我们添堵啊。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红黑的海洋，圣西罗球场人声鼎沸，好戏即将上演。好的，双方的较量开始了，从对手那里抢回了皮球。哎，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反击的好机会，往前传，这是一次关键的断球。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非常犀利的盘带，销魂的跑位拦截更是销魂，球迷们看的那是魂飞魄散啊。哎呀，太销毁了。卡卡，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域，真是老练。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啊。卡卡，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视野很开阔。给了角球，人选很快就确定了。第一个角球机会能否传出好球至关重要。AC 米兰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罗伯托巴乔，球被拦截，好机会，他看到了空当，漂亮的断球，否则形势相当危急。大卫贝克汉姆，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凯文德布劳内，孙兴民，想法不错，可惜没能实现。贝克汉姆，贝克汉姆一脚劲射，但是被门将拒之门外。门将做出了超乎常人的反应，贝克汉姆的处理其实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门将太神勇。球还在周围，突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角球既是机会，也可能蕴藏危机啊。卡卡，卡卡陷入苦战，没法摆脱防守。看来对方认定他是头号目标了，只要控制他就等于遏制了主要的威胁，所以需要想想新的办法。真是好警觉呀。这是要传给空气吗？有很好的传球机会，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想法并不是不好。孙兴民，孙兴民带球向前，漂亮的断球，漂亮的解围，惊出一身冷汗，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起脚打门。之前的跑位非常出色，就是射门太糟了。维尼修斯·儒尼奥尔这次跑位很精彩，他的积极跑动给到队友创造了许多空间。成功解围，漂亮！这肯定会让教练十分恼火，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安德烈·皮尔洛。他们需要加快比赛节奏，在这样的转换机会中提速。一路狂带，哎呀，这球没传到位，肯定会让他打一脚，打进一球，终于等来了第一个进球。这种球不进都难。非常聪明的跑位，他偷偷的溜进去，完全没有人注意到，应该跟这些人说声谢谢，没有一个人来防他，真的很有问题。
AC 米兰率先打破僵局，这个进球有助于缓解压力，让我们共同期待比赛变得更加精彩。安德烈皮尔洛，凯文德布劳内，精巧的高球，这一次失败了。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保罗马尔蒂尼尝试拿球，球来到了左侧，一记长传，安德烈皮尔洛读懂了对手的想法，成功抢断，很好的保卫，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将球转移到了边路。维埃拉，得分机会，他抬脚施射。ci sarà un minuto di recupero。裁判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在上半时虽然打破了僵局，但是除此之外双方再无建树，接下来的比赛仍然充满悬念。 AC 米兰上半场整体表现得不错，以一球领先，也许用稳健的开局来描述他们目前的表现最为贴切。半场结束，目前比分1-0。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比赛。 AC 米兰现在一球领先，球在孙兴民脚下，这是一次重要的拦截，一脚将球轰走。朱塞佩·贝尔戈米，球在孙兴民脚下，球现在没人拿，谁能先抢到呢？几乎立即就夺回了球权。帕特里克·维埃拉，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现在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安德烈皮尔洛将球转移到了侧翼，寻找原点，好机会，潇洒的进球，有两球保障，比赛十拿九稳。在这个位置射门他还能不进，等于把凯旋门搬到他眼前他都踢不进呀。我觉得这不但是个好球，还是个漂亮的团队配合，不是狂奔半场或者连过五人的进球才算精彩，这一传一射也毫不逊色。 AC 米兰打入了第二个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0。目前的进展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你可以感受到他们越来越有信心。送出直塞，贝卡姆守门员化险为夷，漂亮的扑救，门将可能守门前失射，没问题。在夺下球权之后发起了迅速的反击，整体进攻非常流畅，这是一次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应该说他们不屈不挠的斗志发挥了关键作用，按照现在的形势他们随时都可能扳平比分。德克兰赖斯，毫无疑问这个传球还不够合理。凯文德布劳内，阿里凯恩，大卫贝克汉姆，凯文德布劳内展示了华丽的技巧，里杰卡尔德，进攻很有质量，渐入佳境啊，进攻像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廖坤，我完全同意。安德烈皮尔洛，帕卡，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孙兴民，大卫贝克汉姆，
前面有队友在跑位，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尝试打一脚，有了！在大家都以为他们大势已去的时候，他们打进了扳平的一球。禁区里密不透风，能够找到这样的空当非常不容易，门将根本没法预判，确实有点不太走运。AC 米兰进行第一个换人调整，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大战。的确，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你必须要把握这样的机会，我想这很可能成为一场经典大战。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总不能那样失去球权。一脚传中，安全起见，将球解围出去。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球被弹了出来，要快速带球向前。贝克汉姆，德克兰赖斯可以攻门了。AC 米兰自己挖的坑又被自己救了出来。这球非常漂亮，他在最危难的时候拯救了球队。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啊。在左翼打开了不错的局面，大卫贝克汉姆能否把握住机会？好险啊，脚法还需要提高，最后还是没能取得进球。不过这确实是一次非常犀利的反击，这种速度之下，对方很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守。队友能接到球吗？球在托雷斯脚下。看来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了，不过还有可能打破僵局。有机会打反击，马丁厄德高展现了娴熟的带球技术，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他们很好地利用了场地的宽度。裁判刚才看得很清楚，给了一个角球。必须让全员都集中到本方禁区加强防守了。漂亮的防守，始终保持警觉。第四官员举牌示意补时至少三分钟。很灵动的跑位，场上需要更多这样的球员。能否把握住机会？天呀，球进了！这个进球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战术，等待对手出错，伺机发起反击。在扭转战局之后，他们能坚持到最后吗？最后时刻肯定会有一番狂轰乱炸，在剩余的时间里，比分仍有可能被改写。漂亮的抢断，它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吉鲁，他赢下了有机会，他们做到了，在读秒的时刻迎来了扳平的进球。这种机会他是不会错过的，想要进球就得。就这样，裁判结束了比赛。多么疯狂的比赛，过程很精彩，结果也很合理。从双方的表现来看，他们都不应该是输家。哦，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双方都没有吃牌，真是一项不寻常但最令人欣慰的壮举啊！年轻有为的蔡指导，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何看法？比赛没能分出胜负，虽然一。